够红，这个颜色。再放一下。这个锅不行，应该。下次去柳州给你妈拿那个锅回来，应该是锅的问题。我也觉得应该是锅的问题。我们也煮了有两个小时了吧。这个是在直播的时候教大煮的这个土山楂，就是这个，这个青的哦，它长不红的，就是你们煮的时候也要这样一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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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划，也可以把它切片煮也可以，就像它这样子煮，虽然它煮的不是很好啊，但是也有两层，我相信你们都会煮的比较好。你看它这个都焦了。你们煮的时候最好不要用这种平底锅，平底锅的话它。他说这个是平底锅的问题。锅问题。那个是什么锅？下次去柳州去小九妈妈那里拿那个锅来，那个锅是好用一点。那个椭圆形的是吧？椭圆形那种，还要盖住它，因为这个锅又没有锅盖。这锅盖问题哦盖，这个电磁炉火太猛了，这电磁炉问题吧。那你不知道这个可以剪小了吗？剪完了。我剪完了是吧？这电磁炉，这个商家太良心了，没事搞这么大火的干什么？是不是？可能也是电压问题，下次叫供电局的改一下这个电线。应该是，可能是，百分百是，一定是。小个炊事吃，你要不要？刚吃饱了，我要吃这个山楂。这个炊事好大一个的，还有几十单炊事吧就没有了，发完就没有了。想吃的朋友可以囤一点在家里面哦，到时候我们也不卖这个了。不要像罗汉果一样，我们下架了，他还问有没有罗汉果，像蜂蜜一样，没有了还问有没有蜂蜜。那因为好吃。刀呢？看着你哪有刀的，我知道了。看着你不是哪有刀吗？没看到。就用那个削皮那个刀啊。小不点。他好调皮哦，我要揍他一下。教你们怎么去削柿子，根本就不用削的，我每次都是这样子，这样子切，然后再这样子。切西瓜一样，拿着吃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吃一块吧。好甜啊！它够熟了，都很甜，是吧？柿子味够重，很浓的。但是今年这个天气，不知道。那。你的那个布干什么的没问题吗？我的没问题。你怎么知道你的没问题啊？因为我是人工降雨的嘛。你人工降雨你怎么降？我洒水的呀。我看到前面那个砂糖橘树都哭了。他哭了我就笑了。他枯萎了不是哭了。哦枯萎证明今年砂糖橘也有价格了。为什么？产量少，价格就上来嘛。产量过剩，价格就低嘛。没事。还剩吗？我要炒好这个先。现在都不红了，你看。红了，我发现我是比较能吃的。谁说你能吃？墩墩都没说这句话的，你说这句话，墩墩都不信的。是啊，明天看我怎么揍他，墩墩。我明天我要他这改名字，改成胖墩，我要给他胖揍一顿。明天我就拉着他去跟那个，让他跟那个鸭子道歉，不是我道歉。上次肯定你带他去，你没打他。
啥？看一下这些东西都没有。没有没有，还不够。你打他，他没有记性，证明你不够狠。现在保时捷跟旺财天天过去，你看他，谁敢动动那个大叔家一只鸭子，一只鸡，就这么一动一动就全军覆没。真的是属于这种，要么不动，一动就全完，全部搞定。要么我不出手，我一出手的话，他们都输完了。哎，刚才不是说，中午你不是说有个礼物给我吗？是的。不是的，刚我直播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说了。你不是不要吗？谁说我不要？不要我拿去退了吗？要啊。那你不是说你天天去山上面晒，要了要了也没用吗？那晚上睡觉前我可以用啊。给我看一下嘛。你看我削这个柿子是不是？都不用去削。我看一下男士的护肤品是什么样子嘛。干嘛老喜欢跑到你房间去呢？还要被打，好讨厌他，老是上床。就这个啊？对呀、啊，拉开了就不能退了。这么大盒的，关火先。你不是不用吗？这个怎么有？哪个是哪个？这么多个瓶啊！这个怎么用？洗面奶、水乳。水乳是什么东西？就涂脸上啊。洗面奶是洗脸的，是吧？废话，洗脚的。洗完了，然后这个是。这个是涂脸的。这个是涂。这个也是涂脸的。啊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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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是洗脸的，这个是涂手的，这个是涂脚的。涂脚的。啊。脚不用护肤吧？神经病，都是涂脸的，好吗？先用洗面奶，然后再用水，然后再用乳，懂吗？哇，你手，哇，你手现在怎么这么多？这个刚刚搞的。比我还干。就是说要涂两层喽。那不像有些女孩子，是不是脸很白的？那个不是也是涂几层的？应该有这么厚吧？啊，那个是挂了几层纱的。像我这样子的话，应该也有这么厚。我平时都是撕面具睡觉的。但是我不会用，我在在家我怎么用？谁呀、啊？这个煮好没有？我拿那个罐给你装起来呗。啊，你腌的酸萝卜都没有吃。都没煮粥。嗯，没有罐，没有罐。纸盒也行啊。啊？纸盒也行。我看一下厨房有没有。哇，风好大呀！风啊！你叫小布丁吃肉肉喽，刚刚那几个都趴在那里看。他也不知道有东西吃。吃肉肉喽。真是来懂得。好大的风啊！今天又刮台风啦。是啊。你这菜好像都给虫给吃了。哪里？没有虫吃都是不正常的，掉了不打没虫吃啊。这个灯帮我再转一下。哦。看不到。我看一下。
到吗？啊，对，确实是吃了好多哦。是啊。花完了。天气干太干旱了，这段时间真的受不了了。以前没能感觉到。你们去年有这么干吗？没有，去年干两个月都下雨了。那今年是双倍哦。今年老天爷送的没送一嘛。双倍套餐。今年可能上半年有那个洪水呢，下半年都不下雨了，超支了，应该是上半年超支了。那边打架是不是？应该保时捷长了。中午的时候我问老谭，不，老谭问我要那个护肤品，不是问我要啊，就是问我是有东西要给他。感觉我给了他之后，他还挺开心的，嘴上说不要不会用，其实心里是挺开心的。你的这个油麦菜到时候会不会能不能用这个种子来种啊？油麦菜啊？对啊，可以啊。为什么只有旺财是单独配送的啊？为什么只有旺财是单独有吃的？都有啊，他们两个也都分开了。墩墩太护食了，是你把他宠坏了，你都不打他，都不骂他。可以了，去关水了。不用水了。没有，我说我关水了。